大飛我天啦，四點半就開始錄中港司機，錄到六點半，咁應該都差唔多啦。咁今日，咁另外而家應該仲有三條片到啦，即係頭尾十條片應該都做得到嘅。咁我哋做呢行最緊要有冇新聞嘅啫。其實有新聞就一定唔係喜事嚟嘅。一般嚟講，上得新聞嘅大部分都係一啲唔好嘅事發生，係咪啊？有幾多人中六合彩，跟住過億身家，跟住登幾多人啦？係咪？但係打劫啊，無日無之。新聞就係咁嘅一回事。咁其實越少新聞，我哋越少公開，越少片，就證明個社會越好。當然啦，唔係封閉嘅社會，因為封閉嘅社會明明有一啲壞事發生，係唔會報嘅。呢個就係一個政治嘅現實。呢度亦都睇得到，而家習近平已經穩操大權。咁根據沙地阿拉伯正式透露習近平將訪問佢哋呢個國家嘅消息。咁點解咁敏感？因為大家都知道沙地阿拉伯同美國嘅關係，亦都係油源嘅關係，亦都係美元最重要嘅一環。因為點解美國嘅美金可以通行世界，成為咗全球嘅儲備？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油源，即係當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油組承認咗美金就佢哋交易嘅最主要嘅貨幣。咁時而世亦挑戰美元嘅霸權嘅有歐羅，跟住有英鎊，而家最新嘅就係人民幣。咁沙特阿拉伯同埋油組最近同拜登出現咗好大問題，咁當然由特朗普開始。特朗普當日穩住咗沙特阿拉伯，令到中東和平。佢應承咗沙特阿拉伯好多嘅條件，第一壓制伊朗，直頭取消曬所有嘅核協議，亦都因為伊朗同埋敍利亞分分鐘同沙特阿拉伯有軍事衝突，佢答應咗買 F-35B， 跟住更加多嘅援助。咁結果拜登一上台就指責謝爾曼，即係佢哋嗰個王儲係殺人兇手，係極權國家，係一個獨裁者，取消曬特朗普應承所做嘅嘢，即係出爾反爾，結果引嚟反彈。而王儲亦都適時咁樣喺呢個時候釋放咗個訊息，就係同中共以人民幣結算，即係話如果中國要買石油儲備，即係石油啦，咁樣對於油組嚟講，佢哋可以用人民幣結算，呢個直接令到人民幣喺國際嘅用量大升，亦都能夠令到人民幣走出去。其實就係源於美國同而家油組交惡。在这里習近平再去，因为大家都要明白沙特阿拉伯在这次挑战西方俄乌战争，在俄罗斯禁卖天然气或者德国不卖天然气，这里他还依然公布减产，摆明是跟美国对着干。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敌人就是什么朋友，所以你看到習近平準備訪問沙特阿拉伯就係咁解，而當然沙特阿拉伯係必然咁樣會招呼習近平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要對抗美國或者西方霸權嘅話，你就要拉幫結派。俄羅斯不可靠，因為俄羅斯一定會跌落嚟。咁邊一個可以取代俄羅斯嘅位置？唔係軍事力量，係經濟力量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中東國家就是互相拉攏的對象，那習近平這一次一所謂能夠第三個任期連任的話，他就指向訪問沙特阿拉伯。其實他未登基未做第三次的時候，第三任的時候，他已經是說了會訪問沙特阿拉伯了，結果真真正正來到這裡，由沙特阿拉伯傳來這個消息，我相信是真的。而家
國內嘅嘢，國內嘅形勢擺平咗，開始習近平就尋求外交上同美國一較高下。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批助，代表我天啦，需要大家支持，拜拜。